抓这个变化球打得相当理想，形成了一个穿越安打，三垒上了跑者回来再得分数，现在变2-0。对，还是变化球哈，掌握得很好，跟进来以后的反向攻击，而且投高的一个角度啊，被戴北峰呢适时的一击。这个球捕手接到之后，选择呢传。进入到五局的上半，投球的还是戴培峰。今天戴培峰有点挤压到的一个小飞球，被二垒手给接杀。那边，三振。奈良县明星队两场打完了，他败了3-2了。对，所以他是正一了，他目前是正一，或者说是，对，因为他球数现在1好2坏，前面正一和就有优势了哦，但现在又没有和局的关系。